部位一，小腿，荣泰筋膜枪小腿按摩教程。首先，将筋膜枪圆头调到2至3档，避开整个膝盖以及小腿胫骨，从小腿的侧上方开始，以倒 Z 字由上到下，再以 Z 字回，注意避开跟腱和脚踝的接触，上下两个来回。沿着小腿的后侧，整个排肠肌由上而下直线型的按摩，注意到跟腱的上方停止，三个来回后结束。